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09集。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起源系列的能量闪光系列的大黄蜂，它跟主线系列的大黄蜂应该是算同一个时期推出的，但当时我也有看到，我没有把它给购入。这一款的话呢，它主打的是以一个 Deluxe 等级的大小，却有一个发光的效果。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尺寸下能发光的效果。车头上面的一个武器啊，我们先把它给取下来，它是可以分成刀跟手炮两个部分，是可以啊做一个拆解的。它最漂亮的就是它那个轮胎啊，一个透明的部件。那滚动起来的话呢，滚动性也是非常的好，那有一种光速奔驰的感觉。而这台车最有趣的就是它那个脸部啊，不对，这对，算脸部吗？这里就活脱脱的是一个搞笑版钢铁人的表情啊，这个一个眯成一条线的眼睛。不过可惜的是，它这个眼睛的颜色没有完全的一致，中间是透明的，而两侧只是一个蓝色的涂装。上面这一个的话呢，是这款玩具车型状态下呢第二个卖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透明部件。它本身呢主打有一个发光，但发光的话呢是机器人状态下的一个主打，可是呢在车型状态下的话呢，你从这地方按下去呢，在上方的话呢依然能够看到一点点的效果啊，这样子 OK， 还是会有一些些不明显啦，但依然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呢，车型可以说是非常有卖相的玩具。虽然说这里的一个有一个色差，中间是金属涂装，而前后呢则是塑胶的原型色，而且是有水波纹的。不过呢，真的是挺有看头的啦，完整性也是很好的。那玩具的主人中晃影月也是有给他做了一些勾线。那我们就来给它进行一个变形过程了啊，变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啊。我们先把这个两侧的话呢给打开，它这个手部的话这里有一个凸啊，就扣进身体里头，把它给两侧给打开，这里两侧掰开，掰开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凸跟凹会自动解锁开来，放下来，然后这个肩膀的话呢是往前面推下来，变成这个造型，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脚的话呢也从后面给推出来。脚的话非常的潦草，也很敷衍啊，直接掰下来就结束了。那这个地方把它给卡住，咔的一声会卡住。那么背后的背包的话呢，就是把它的一个这个车头的这个部分利用中间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到后方来。那这个的话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能量闪光系列大黄蜂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么它刚才的这个武器，你可以把它以一个手刀这样子跟手炮，你可以把它分别的安置在左手跟右手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呢将它直接组合成一起然后扣在手上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面雕，其实做的非常的漂亮，刻线呢做的其实很深哦，而且经过了一些细节的一些补色之后啊，可能够看得出来还是相当相当的英俊潇洒的哦。那可动的话呢，手臂360度的转动，二头肌的话呢跟这个手肘是用一个球冠来代替，腰身卡死不能动，脚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侧踢也没有问题。手臂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平举的关节，拳头就无法转动了啊。那机器人状态下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潦草的状态，空洞的部分比较多。那它的肩膀上面就是原本的这个车轮，这个透明件在侧边，哎，这个真的是挺好看的。我比如说这款玩具还是有它的一个一个卖的一个卖相了啊、哦。那这个它最大的卖点就是胸口这个地方抠下去会发光。那我们把这个灯的部分呢都先给关掉好了啊、哦，让这个效果看上去更明显一点。好，我们把大部分的灯都给关掉了啊、哦，这个地方。啊 ，OK， 这个有一种反正就是以一个Deluxe 等级的玩具来说，这种有声光效啊、有光的效果，而且在它的车型是这么样好看的情况下。那人形就勉勉强强给大家算能过得去吧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值得收藏的一个小玩具了啊，我觉得我并不很讨厌它。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